二零二二台南国际音乐节将伫咧九月二十三日到十月二十九日登场，特别邀请台南出身的音乐家沈玉玲合作策展规划，演出空间泡泡传统，将伫咧台南市第十景点做演出，予喜爱音乐的朋友伫享受的同时，也当感受台南城市的魅力。去年开始，我们举办了第一届台南国际音乐节，今年第二届，都谢谢我们沈老师来担任总监。我们今年有很多配合台南市的地景，包括渡槽桥，包括二寮观日出，包括艺载金城，包括走马濑农场，这些地方通通都把音乐跟我们的自然美景融合在一起。今年以吴宫年代为主题，规划三大主题，设计音乐会、讲座等系列活动，包括古典、爵士、现代、音乐剧等无同类型的音乐元素，并且邀请无同国家的音乐团体，和音乐节丰富多元。今年国际音乐节的主题叫做“无穷年代”哦，就是我们的首场国际音乐节的首场音乐会有五个国家、六位国际级的声乐家，我们在艺载金城。那办理了一场非常浪漫的一个经典的音乐会，两年多来，其实国际团队很难进到台湾来做演出。那我想这一场应该是这两年在户外最盛大的一场国际的一个音乐会。那所以喜欢国际音乐活动的朋友们，千万不能够错过。台南市作为文化古都，在很多文化活动顶端有很多成就，要不过音乐较少人知影。借着台南国际音乐节的举办，让大家知影台南也有优质的音乐盛宴。九月二十三日到九月二十四日，将伫咧艺载金城进行开幕演出，邀请民众会当前往观赏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